三个可不可以直接就跳到二恋、三恋、四恋呢？哇！其实初恋啊，一开始就复杂了。对，一开始就有四个挡不住的恋爱就杀过来，会这样吗？二十七段变数，可能我的之前呢有初吻啊，然后有第一次牵手啊，可是都不是一样的，就14、15岁的时候哦，很暧昧啊，然后有哎，你怎么这么热啊？我替他担心，因为每一次上节目，然后我们要宣传，他说我中文很不好，我怕他们问我尴尬的问题。那个答案应该都很简单嘛，所以初夜大概是17岁，16岁啊。They asked you the first time. 恭喜！真的是恭喜恭喜，好不好？讲完就好了，放过他，来严刑拷打下一位。第三位这个很厉害啦，是一个来自我们内地的歌手，参加过这个全球最高荣誉美国葛莱美奖。马上欢迎张靓颖，欢迎。Grammy Award。我想先送礼物好吗？哇，这是海豚音女王张靓颖，谢谢。谢谢，他要让他接歌是不是？谢，对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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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来，张靓颖。啊，好，今天的专辑里面一首《如果这就是爱情》。Yes， 哎，好。让现场每位大学生都直接坠入当时脸红心跳的情境，想着现在的他过得好吗？
其实我很想问张靓颖，你压力会不会很大？因为你每到一个节目，甚至比如说他到美国的 Opera Show， 是的，那个是全世界知名的这个第一等的主持人，又要你去唱海豚音的时候，你每次会不会觉得有噩梦、有压力？反正会很紧张，但是一开始唱歌的时候，我就想我不管了，反正已经开始唱了，就唱好就算了。嗯，不过真的是我觉得很难得，现在华人的才华应该是全世界都会注目到，包括像我们超级星光大道也来过我们这边的那个大学生林育群，胖胖的有没有唱 Whitney Houston 的歌，他现在是已经是就是美国雅虎已经首页了，真的假的，然后已经几十万人次看过他在星光大道的表演，所以各位想红就来我们星光大道，如果你不是那么会唱只有九分也会红哦。哎，星光大道的最低标。那天那个贺一航来 PK， 我还说你真的要比吗？你真的要看分数吗？我说我跟你讲，那对我来九分，他就这样。本来他已经你知道年纪大，眼睛会累，老板油，可是他突然眼睛睁很大，这样。你拿我跟纳豆比，他有你两倍的分数啦。两倍的分数，蛮厉害的，8分哦。对啊，所以两位好好准备，明年过年再来一个那个二重唱，收视新亮点。但是今天我们嘛哈，对对对对，就要请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初恋的过程，我们要来进行大告白。请问一下大学生，你初恋是什么时候嘞？马太直接回本的。初恋的滋味太美了。